朱庭轩 Bonnie 呢日出席节目记者会，最近姚子玲嘅床照流出，身为好友嘅 Bonnie 就梗系有每日关心子玲啦。佢亦都呼吁大家停止抹黑嘅留言。到佢出嚟解释咗之后，大家都知道佢都系一个无辜嘅受害者啦，即系佢都系一个单身男同一个单身女嘅拍拖，佢认为系吓，咁唔知道原来背后有咁复杂嘅嘢啦。咁同埋係咯，咁佢都自己處理咗件事啦，都解決咗件事，咁都要 move on 嘅，係啦。咁作為佢朋友，就喺佢身邊繼續支持佢，同埋希望佢繼續努力啦。同埋我想講就係，大家都知道姚子玲嘅人，佢一向嘅形象都係好正面啦，好健康。好愛護動物啦，同埋我覺得有啲報道講佢，譬如可能之前同個男朋友有錢啲，又話佢釣金龜，而家個男朋友普通啲，又話佢冇要求。咁其實你想佢點咧？係咪先？我覺得佢係一個好對感情好認真嘅人，我只可以講，所以就會佢會根據自己嘅感覺去做，佢唔睇其他嘢。咁我都祝福佢，希望快啲揾到一個好嘅男仔，係啦。咁但係我知道佢最近都唔諗噶啦。就俾心機做好啲嘢，咁啊希望啲收視節節上升啊嘛，係咯。